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好高兴呢再次同大家见面嘅。咁你之前几集呢都要介绍一啲拳来脚往嘅攻防技术啦。咁今次呢有啲朋友讲譬如一啲自卫术啦，或者你有一种少少偷袭性质嘅，咁我哋点样防备呢？咁今日呢我哋点会介绍一个嘅。咁我哋今日介绍嘅叫做一个叫拍爪弹腿嘅动作。咁就係呢假设对方从后搭我嘅膊头，我应该点样去解脱呢？咁大家呢在我哋未再詳細介紹之前咧，先睇睇片先。咁大家都剛才睇過咧，我哋同教練嘅啲示範。咁喺呢個招式裏面，我哋需要留意咩地方呢？其實我哋留意嘅地方咧都頗多嘅。第一，當對方搭著我哋肩膀嗰時候，我哋點樣將我哋嘅手反過去，用我哋嘅前臂壓到對方嘅關節一個手肘位置。咁另外，我哋嘅腳點樣咧，將我哋腳咧攝入對方嘅前腿裏面嚟產生嘅力量咧，將對方擊倒或者將對方控制咧，咁呢度咧或者我再請出嚟余教練咧，再同我哋做少少嘅示範先。好啦，當對方從後搭住膊頭，第一時間咧就係點樣咧？第一將對方手壓住，手咧另外手咧由下邊，好啦，將對方咧，好啦，將佢嘅關節咧用我嘅前臂咧將佢壓住，同一時間咧提起腳喺呢邊咧向佢嘅上寸呢、這個關節咧。同一時間咧有一個打擊，好啦，咁樣咧，因為我哋個上身嘅動作咧，將對方嘅關節咧壓住，而下身動作咧有一個彈腿向後一彈，將對方咧有一個直立嘅動作咧，將佢向前引你擊倒，嚟定要咧失平衡跌低嘅。咁呢個咧亦都係可以係一個係一個擒拿手法，亦都係一個咧。解脱的手法，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的视频是满意的。刚才的动作是一个手脚协调性的动作来的，希望大家是能够喜欢的。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将会有一个叫做新的动作是再跟大家分享的，这个叫做托爪推掌，希望我们到时见。